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九九动物。生活在地球上的生物都会经历生老病死，而鲸鱼作为海洋中的霸主，它们也有死去的时候。一旦死去的鲸鱼尸体都会漂浮在海面上，如此庞然大物一旦死去，肯定会吸引很多好奇的围观者，这当中包括人类和动物。澳大利亚一名男子就在一次出海游玩时发现了一具巨大的鲸鱼尸体，由于好奇，男子不听同伴的劝阻，立马跳上了鲸鱼尸体，而且还在上面欢快地摆出各种姿势让同伴拍照。这是想体验海上冲浪吗？但是对于海洋中的肉食动物来说，这条死去的鲸鱼尸体无疑是一顿饕餮大餐。就在男子兴致勃勃的时候，让人意外的画面出现了，一头鲨鱼发现了这顿免费的食物，于是赶紧朝着男子的方向快速的游了过来，幸好被船上的同伴们发现，赶紧将男子拉上船。要知道，死去的鲸鱼尸体可是非常危险的，不仅会吸引大型的海洋食肉一类，而且它们的身体中会产生大量的易燃易爆气体，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。亲爱的小伙伴们，对于该男子的行为有什么看法？欢迎留言分享。